没事，他打不过我。W A Q， 惩戒再回口血，再 A 他，再 A。好，我们回家买装备了。就容易死心。这键盘怎么不灵呢？瞅，再瞅，来，来，来，快死了！你们信不信？看好，看好，看好，看好！妈的，等他过来，先别急，这边等一下。来了，上钩了。还要接着打那个，看到没？藏起来，他身上也没眼。嗨，我这个闪现浪费了呀！我来了，老弟，闪现拉！脾气，打出你的脾气来，快点，别给他交位移。你不闪拉有点晚了，兵线进去了，蓝城减速他呀。脾气呢？你这个不犹豫，他真死了，这波真的。这波他如果不犹豫的话，杀了他我们还走了。这个人没有蓝了，我可以反杀他，看好我这波怎么操作啊。一个野多 Q， 他不 Q， 他为什么就不 Q 呢？加速加速，进去了，进去就你跑不了了，你还进这个地方没有用啊，这是一个死胡同。吸血 Q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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E Q W， 开不开大？不开大。为什么不开大？草里也不开，塔下也不开。吸血。我为什么又回去了呢？呵呵，前面只是假装虚弱，诱导你们买右边，今天就让你们破产，知道惨字怎么写的。没 Q 到他，哎呀，是真的菜呀，小兵都能把我打死，今天是怎么了？给主播来点鼓励吧，你们的加油声在哪里？我的拉拉队呢？主播今天不行了呀，主播需要鼓励一下，这会儿人有点低迷。海克斯闪现，来！海克斯，完了我，惩戒回口血，来回去杀吧。一个没蓝，一个没血，一个傻子，一个哑巴，死一边去吧！哎，我还以为这个龙不保了，哎，这龙还是我们的，舒服。我，哎呀，没秒掉，好烦。咱耍一波帅的，差点把自己帅死了。
我有点笨，有点笨，这不。你以为我走了？其实我。行吧。招手，一、二、三，打断，打断 ，TP 了，可以。这波还行，能接受。我们这个300秒 CD 的技能换了一个342秒，我们还赚了42秒的时间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我们赚了42寸的金，可以的。Q 他一下，再 Q 一下，黏住他，逆流投掷，逆流投掷。搞下路，搞一搞，搞一搞呀，搞一搞，搞一搞呀，搞不动了，搞不动了，搞一搞，搞一搞，可以了，搞一。高，哎呦，伤害差点不够，救一下我兄弟，怎么回事？卡视野，放右边。哎呦，怎么还有眼呢？他跟他身上没有红 buff， 还行还行，不行，我这大招得放了，让这个大招进入 CD， 放下来。这小炮 W R 的话是可以空中拦截的，知道吧？开塔吧。心太崩了，是个蛤蟆吧？沉寂，你不会吐死我吧？你吐死我，我以后不爱你了。哎呦！是我意思。而且我蛙哥给我成绩怎么没好，别别别急别急别急，我在我在我在，给我一点发挥的空间行吗？我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，这样我就不想玩了，我就想退出游戏了，这样子就跟你们一样，这会儿在抠着弹幕，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，我就很烦。快点快点，再吃一个皮，最后10秒钟了，时间不够了。时间到喽，时间到喽。
今天晚饭没了，给你们来个骚的。中路没有机会放先锋，那我直接在上路放掉。去吧，峡谷先锋，使用头锤转机。你个屌毛，这么多人，完了，被卡墙了。别定墙，还是被他没有没事有锅脚，我让他先打死我。哎呀，这狗贼！不了，这都可以。上半区的野全没动，所以他刚才肯定在下，他可能会去中路的。我们这个发的位置不太好，没事，配合一下，给他来个爆破酒桶，回去，撤，有人要过来了，你是不是不服气？我吃你野怪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把他往里面勾引，你们的斧子就在旁边，撤。直接开野下去咬他，给他交闪，开蜘蛛形态，他肯定要闪的，不闪就 A 死他。完了，我死了。哎，这波有点上头了。这还有狼啊！哎，我操！这师傅安全意识这么好，外卖还要放在门上，那可不，人家黄花大闺女呢，万一这个外卖小妹嫉妒我的美色怎么办？其实所有地形里面，就是这个水龙地形最细节了，声音特效做的也好，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你他妈的！我今天我跟你讲。算了，我们走吧，这打打杀杀的不好啊，我们热爱和平。